你好，我是老田，刚下班回来，也不想吃饭，真的天天在外面吃快餐，不知道吃什么，所以现在肚子也不太饿，等一下再吃吧。等一下我准备把这个背包东西啊拿到车上去，明天晚上想挑战一下在车里面睡觉，我先把这个衣服洗一下。这两天晚上都是吹这个风扇的，那空调啊没有开，这两天也凉快，不需要开空调。衣服的话，就是昨天晚上换的一套衣服，也没几件。今天早上在下面吵死了，早上5、6点钟的时候，一辆搅拌车在下面稀里哗啦、稀里哗啦的，跟那里面在建房子。洗个衣服啊，洗得满身大汗。先吹一下风扇，休息一会儿再把那个东西提到车上去，再顺便去吃个饭。明天晚上在这里睡一下应该可以吧？没问题吧？明天晚上先尝试一下，如果实在不行再想办法。现在去找点饭吃。这一排啊，全是这些饭店，就是不知道吃什么。等一下去搞一个那个自选快餐吃算了。可以吃。这个豆腐吧，对对对，那个，对，他弄点土豆丝。去吧。打了3个菜，10块钱。吃饱了啊，现在也不想回去，先到处走走吧，消化一下。